哇，阿双哥，这个你的翡翠大板针那么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。你看一下我的石头，看一下你的石头，哎，这个漂不漂亮？你看一下，满山满山，哇，你看一下，漂亮满山，真的漂亮。来来，拿过来我看一下，我的翡翠大板针漂不漂亮？漂亮了吧？你不是翡翠呀，这个？啊？翡翠我没是翡翠呀、啊，是大白菜呀、啊。来来来，看看你的料子。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就带了这一个吗？哎，我说不是爱这一个啊，还有啊。哎，还有来看看，看一下。嗯。来，其他的拿出来呀、啊，一起看喽。好的，好的。来来，我先看着这个啊，这个料子。不管从眼从近都能看得到，是一个非常绿的料子啊。但是这个料子呢？啊，但是这个料子它是属于一个干青的啊，但是做一个这种自然的山形摆件是非常好的啊。这种料子呢，就是它有色无种无水。来，我们压灯看一下啊，看到没？这水头这些短一些，看到没？啊，但整个料子就这种料型是非常漂亮的啊，就做个摆件适合整体雕，不用雕都行，就搞个底座啊，就放在这个你的办公室是吧？那都非常的 OK。来啊，这些呢，我先看一看啊，还是一堆小精品，没有的话就是你的。哎，哇，来过来看看看看。哇，这些小精品可以的啊，一个木纳的，啊，你看这个粉紫的料子，嗯，做个小挂件之类的可以啊，而且没有任何的纹理，你看，啊，这个紫色，这个呢是啊一个木纳料子，这个肉质细细润润的，很焦啊。那我们压灯看一下，哇，做挂件也可以啊，整个料子是没什么纹理，大开窗口挂件牌子已经有了啊。嗯，这是个蓝旗的料子，也可以啊，这个的小料子，那你看肉质黑度胶感都是可以的，压灯。你看那胶感框度，而且整个料子没什么纹理啊。你看蓝旗料子还翻转翻色的，这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是一个木纳的断口料。嗯，哇去，这个肉质你看，这种胶感太足了，但是明显的能看到裂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啊，就是裂多一点点，太漂亮了，看到没？这种胶感，自然光下黑度也够了。啊，这是一个达玛卡呢啊，半山半水石，整个料子也是个满底色，开窗呢牌子已经有了啊，湖水蓝。嗯，这是一件精品吧？对啊，黄翡啊，你打马坎的黄翡，这个料子也是可以做小挂件，而且这个料子是应该是满黄的，你看开进去那么深了，它还那么黄，雾层厚啊，这个料子应该是基本上已经是满黄了。哎，最后一个啊，这个是一个这个莫忘机的料子啊，满身大开窗，你看整个料子都是带底色的，哇，也漂亮，肉质又细腻啊，胶感也足，可以啊，这个挂件牌子已经有了啊。来，问你了，这个料子多少钱？我才进行。刚好20万老鬼，20万，哎，20万老鬼，干青的料子20万，怎么可能？我漂亮的光啊，百千的是哟，百千百千的是哟，有没有我漂亮来？有没有我的大白菜漂亮吗？我漂亮的光，这么满晒的，我那个还可以吃嘞，会吃的光，这么会吃的光，这个这么会做的光，但是这个没有水，我跟你讲，是吧？干青是不值钱的，你也知道，如果这个有种水这么多的绿，那肯定是百万级别，甚至千万级别。啊，你也报的不高，那3万块吧，是不是？啊，3万块，阿双我没拿你过，差不多没那么要，担心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你说卖价，卖价12万，12万，哎，是啊，那我就再加你2万5万一口价，不行，我啊，没人老赌啊，这东西8万了，你不要说8万，这个东西只能做摆件，加一点，我加一点，只能做摆件，它的价值不高。5万，那就行了，我给你说完了，直接怎么卖？这个我包了，一包了，一批打包，一个一个嘛，一个一个都是我啊，一个多少？3800都给你，一个3800，哎，不过3800，3800呢？市场价应该是可以，但是你来我这里，你知道的，必须要漏啊，不说，墨迹是我没涨，墨迹1000块一个。啊！你看我不会，阿松我没啊！你看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那你们想卖多少吧？你说卖多少？2500，2500，两千五。嗯，那这样子，我再加一点，这个我就不要了，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它裂多，知道吗？这个其实种我真的很喜欢，我再加一点，我要是6个，再加一点1200一个。不卖不卖，可以了，加一点，不墨迹，行，就给你数钱，不行那我就收这个，直接你带走，这滴滴摸摸的是吧？也不是什么大料，这么的你要了吗？不要，裂多总是好的。翡翠肯定有利润，没有利润是要不是翡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哎，看能不能起见，不好起见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是吧？都给你。好的，那就这个是7000啊，这个是5万，5万7000啊。好的，好 ，OK， 来，去给你拿钱。好的。